时间加速到6:30，我们的任务可是够重啊。是啊，既然在省了大会上发了言，我们就得做到。啊，王股长，王站长，哦，你好，你好，哦，老金。真是越近呐，在火车上还学习呢，啊，哪里哪里，什么时候也赶不上你们呢？你们是先进场，往后还要请你们多多帮助我们呢，啊，真会装啊！你们别偷偷摸摸的干呢，要是突破大会指标，可得告诉我们一声啊！啊，王厂长，你们长白场也别留一手啊，有了新的经验，可得让我们学习学习啊！对对对，来来，老王这边坐，这边坐，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啊，老金呐，说真的，大会指标难突破，你们打算怎么办呢？看，你又来摸底了啊！告诉你，我们厂困难比你们多，但是突破大会指标还是有信心的。好啊，老王怎么样，咱们两个厂来个竞赛吧。好啊，啊，好好，往后还要向你们多多学习啊，互相学习吧。
时间怎么不对呀？缩短十分钟啊！缩短十分钟那不行啊！为什么？伪满的时候都没干成，咱别冒这个险，还是按规定做啊。主任，第二阶段我把蒸煮锅最高温度提高到147度，保温时间也差不多了，马上回收吧。什么？你把蒸煮曲线改变了？谁让你乱改这操作规程啊？咱们不能总跟着厂牌厂屁股后头跑，咱们的条件不如人家，你知道吗？条件不如人家就不能越进啊？你以为缩短时间就是越进？当然得保证质量，这不就接了吗？那好，你再看看。可以回收了吧？放心。喂喂，怎么放心？都怎么？喂，不要放心，刚才喊错了。今天煮的纸浆质量非常好，一等。一等？一等管什么？你今天是怎么了？我把蒸煮时间提前10分钟，主任不同意。大概是怕影响质量吧。影响什么质量？再提前100分钟也没问题。你要到第3个5年计划吧，那样的记录世界上还没有呢。照你说世界上没有的，我们就不能干。我是说现在是不行。都照你这样想，我们就别想跃进了。反正我是这样想，只要我们大家鼓起干劲儿，高山也得低头，河水也得让路。看你说的像念诗一样，我们现在连长白场也赶不上，还幻想什么世界纪录啊？哼，你笑什么？跃进不对吗？好，再见。号召我们跃进，正合我们心意。蒸煮工段也要跃进，大家不要被跃进这两个字儿给吓倒了。如果咱们一个人想一个点，这样就是几百个点，甚至上千个点。造纸工段提出换通网的时间已缩短到2小时了。咱们也能跃进啊？对，没问题啊，能跃进我们也能跃进。对，是。有问题咱们也干。我看呐、啊。这头鱼栽了跟头，我看你们跃吧。栽了跟头那怕什么，爬起来拍着拍着还照着干，对不对？要试也可以，要出了等外品，出了事故怎么办？干嘛要出废品呢？跃进也不是为了出废品。再说失败算什么？没有失败哪来的成功啊？对不对？对对。同志们，朴荣吉同志说得很对，我们试验不能出废品，我们应该有科学的精神，有根据的
有研究的进行试验，不能冒险，也不能畏惧不前。孩子，饭都凉了。妈，您先吃吧，我不饿。荣基在家吗？大娘你好啊，荣基在家吗？哟，王工长来了，快屋里坐吧。荣吉，王工长来了。荣吉啊，哟，怎么了？你们还没吃饭呢。嗨，他一回到家，拿起个书本就放不下。哦，啊，快屋里坐吧。哎，王部长，哎，里边坐。好，干什么呢？研究蒸汽温度呢。我想行。好啊。这次非研究成功不可。荣杰啊，领导让我们明天在班上就进行试验。是真的吗？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好，我已经想好了，你看。嗯，谁来了？哟，吓了我一跳。哦，下酒的好菜。哟，又想喝酒了吧？给你。哎呦，龙八来了。王部长，坐坐坐坐。哎，王工长，你不尝尝我们的咸菜？我吃过饭来的。王部长，来来来来来，再吃点。大娘，你怎么不让我呀？让你。哎，大娘，王工长好久不来了，还不请喝一杯啊？就说你想喝得了，别拿王工长接引的。哎，大娘真好。王工长，喝这个酒，你可得谢谢我呀。嗯，你们研究的曲线，从经验来看，试验是可以的。王工长，第二阶段把蒸汽再加大，没问题吧？没问题。昨天你不在现场，我把蒸煮锅最高温度提高到147度，什么问题也没有。147度要是没问题。嗯，那大概还能提高啊。嗨，这么大吵大叫的，我听了半天也没啥稀奇的，这和我做饭有什么两样？要叫我干呢，也不比你们孬。嘿，你们看吧，饭锅开了，趁热加把火，饭熟的又快又香。对对对，道理完全是一样啊，只要我们用脑筋，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啊！大娘要是我们的总工程师啊，那就好了。喂，接锅炉。喂，喂，锅炉。
喂喂，锅炉吗？气压不够，温度上不来呀。没有了，没有，都送光了。什么？有意见？找调度提去吧。哼，好像都是他们干的。喂，哎，怎么搞的？喂，我就是啊。什么？不能再试验了，不能再试验了。这是肯定的。当然要告，不能打退堂鼓。问题的关键，蒸汽不足。对呀、啊。我也这样想，关键就是互相协作的不够，我们没有全面检查，这是个大过错。不说话，有什么可说的？看你碰到困难就泄气，你是为谁创造新纪录？反正不是为你。哎，我也是六亿人民的一份啊。高山也得低头，河水也得让路，你那股干劲哪去了？告诉你吧，领导上决定还要重新试验。是真的吗？嗯。不要灰心，只要厂领导批准，我们还要搞下去的。啊，好啊，同志们。老王，虽然失败了，但是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这是领导的责任。厂长，让我们再试试吧。厂长，再叫我们试一次吧。好啊，我们当然要试，我们不能半途收兵啊。你让我怎么办？领导号召试验，总工程师又不允许，你让我听谁的？你坐下。好吧，咱们谈谈。你先告诉我，领导上为什么号召我们跃进？跃进是群众的要求，不是你我说了算。现在群众已经动起来了，问题就是你要不要群众。你说的我都知道，但是你知道并没有做到。进来。两位书记，哦，你来的正好。党委书记，以后再谈吧。
泄气了吧？没有。对，我们应该踏踏实实的进行试验，要拿出个样子来让同志们看一看。就是互相协作。如果有一个人跟不上，就要毁掉全局，你说对不？在造纸工业上称得起先进的，不管是哪个国家，它的奋斗目标都不是速度，而是质量。可是我们呢，却把奋斗目标倒转过来，这是用斧子雕刻工艺品，只会浪费国家的木材。我们从来也没有把质量和数量对立起来，我们当然要考虑到质量，并不满足现有的水平，而是要求更高的水平。可是造纸的速度和质量是不能并驾齐驱的，事实已经证明，光凭一股劲的蛮干是行不通的呀。下结论太早了吧？喂，我就是。什么？铜网换成了？成功了？1:50。全厂职工同志们，现在报告一个好消息，造纸工段3号机青年工段全体突击队员们，在换铜网作业中创造了空前未有的记录，从过去3:18压缩到1:50，让我们向青年工段全体突击队员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工程师，只要你批准，我们是有信心的。你们的条件不同，不能保证质量，这回准没问题啊。你看，换铜网起先说是不行，现在还是成功了。不失败几次，你们是不死心的。行啊，再让我们试一次吧。好。
谢锅炉。锅炉，锅炉，还可以增加，还可以增加。哎，好，好啊，还可以增加。家门，你们要多少给你们多少。铁锅炉啊，锅炉，好啊，干得真带劲呐、啊！这不可能，不可能嘛。你用眼睛也能看得出来吗？化验怎么搞的？化验怎么搞的？我是按规程做的。你是怎么搞的，蒸主？我不是按着规程做的。蒸主有错，你砍我的头。明叔同志，再化验一次吧。我从来也没有错过。同志们，有没有好消息？哦，宣传员来了，欢迎欢迎啊！可惜你早来了几分钟，要是没晚几分钟啊！你走，让我看看。司机，怎么样了？哼，这个该死心了吧。哎呀，我怎么算错了？嘿，我说试验不会错嘛。喂，要长等时啊。喂，什么？成功了？好啊。厂长，成功了！同志们，辛苦了！这是我们第二次的试验方案，可以突破五小时。根据我们今天白班试验的效果来看，装锅和放锅的时间呢还可以压缩。装锅呀只要20分钟就够了，放锅呀顶多5分钟。如果能把木片缩小一些，可以加速总酸渗透率，这样每锅的蒸煮时间顶多是4个小时。4小时一锅。4×6=24，3×6=18，一个月就是186锅，全年就可以给国家创造了这个。哎，龙爸，你得帮我算算看。
我们早就算好了，平均四小时一锅，全年可增产28929吨，可以给国家创造619.08万元。嘿，这个数目字可真不小啊！啊，哎，荣记，要是能达到四小时一锅，那我们就可以创造世界纪录了啊！把压力提高到6.0以上，在我们蒸煮的记录上还查不到。不过，我问过老工人同志，他们说曾经提高到6.5，可是因为害怕受处分，所以没有说出来。我们小组研究了，认为提高到6.5还是有根据的。大伙儿谈谈吧。把压力提高到6.5，过去确实有过的。在伪满的时候，为了和日本人进行斗争，我们曾经偷偷的把压力提高到9.0，破坏锅砖，想缩短蒸锅的寿命，但是也没有爆炸。今天国家对我们厂规定的安全系数5.8到6.3，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把压力提高到6.5，是需要和工程师很好的研究研究啊。一研究啊，保险他不同意。龙八同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呀，需要跟总工程师研究。对待科学，我们既不能迷信，又不能盲动，要逐步进行试验。党委书记，要试验的安全系数比厂规定的安全系数所差只不过是0.2。对呀，正因为只差0.2，在实际操作中没有多大变化。不过它反映了大家对安全系数是不够重视的。但是同志们也提出了将要突破世界上蒸锅压力的安全系数的记录问题。党委书记，希望厂领导能够批准我们小组对此试验。当然要试啊，而且不止一次，甚至是100次、1000次，不仅仅是一个组，要有很多组，甚至是100个组、1000个组，要从多方面挖掘，发挥一切的积极因素。对呀。长白厂刚才来了电话，又比我们提前了10分钟啊。10分钟？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马上派人到长白厂去学习。你们看你们工段里谁去合适？我去吧。谁在家领导突击呢？我看呢，还是荣吉去吧，他是楚进派。哦，这么说你是粗退派？我看呢还是你去好。我连自己都学不好，还能学会人家的？对，我同意徐主任去，我们留在家里突击。好，就这样决定了，再见吧。亲爱的，长白厂工人弟兄们，
们打破保守，鼓起革命干劲儿，又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我代表实践党的工人弟兄们向你们致以热烈祝贺。班长，实践方才打了电话说还差五分钟就赶上我们了，继续叫人守着电话听消息。是啊，庆祝晚会现在开始。等，同志们，我们又得开新的庆祝大会了。据实践场新到的消息，他们以5:55的新纪录赶过我们了。金厂长去北京开会，家里的工作留给谁好呢？朴荣吉怎么样？好，可以。是啊，我就是啊。徐主任，实践党电话接通了。党委书记吗？是我。是啊，咱们5:55的记录啊，这里已经知道了，他们正连夜动员要赶过咱们呢。是啊，他们的干劲比咱们还足，他们正准备用赶过咱们的新记录来迎接北京大会。好啊，我们也在动员呢。老许，要注意从多方面向他们学习啊。没问题，党委书记，我坚决保证。以后多组织些同志去参观，我看还是有好处的。我们有些同志就像这盆花一样，要经常换换空气，见见阳光，浇浇水就好了。党委书记，这么晚还都没睡啊？睡不着啊。党委书记，我们都想到北京去参加打擂大会。都到北京啊？干什么去啊？是啊，和王工长一块儿去打擂嘛，也需要助威的呀。王工长，你不同意吗？党委书记，我们非去不可。我们一定要去。哎，同志们，大家静一静，静一静，要听领导的意见。同志们，不能都到北京去。党委书记，一定把我们这个带到北京去。好，好。把蒸煮时间突破5小时的世界纪录，向大会献礼。好啊，同志们，一定把大家的决心带到北京去见见毛主席。这样吧，老王，一定把大家的心愿带到北京去。好，一定带去。头一次到北京吧？是的，到了毛主席住的地方了。要能见到毛主席多好。要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去见毛主席才对啊。我们创造的记录在全国也算是最高的吧。
到目前为止，也许是。怎么，长白场要赶上我们还远着呢？应该知道，人家没睡大觉。那没关系，我们不是也没睡大觉吗？厂长，你看，真带劲儿啊！啊、哦，老金、哦，你怎么才来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在路上生了点小病，耽搁了几天的。这是因为你太远近了。哦，同志们，现在宣布开会了。现场的代表来了吗？来了。好啊，同志们，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大会全体同志向实践场全体职工同志们表示热烈的祝贺。跃进记录不仅仅是给我们这次大会增加了莫大的光荣，同时也给我们大会带来了莫大的启示。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提出，使我国的造纸工业在5年内赶上英国或者超过英国。咱们厂的消息也该来了，不要着急，到时候就会来了。同志们，长白厂又拍来了捷报，他们的木浆蒸煮时间压缩到5:35。老王还没睡啊？没有呢，哪能睡得着啊？赶快睡吧。我看呢，戈壁也没睡呀、啊。先了，还要提心吊胆的。昨晚不来电报了吗？没问题，睡吧。劳驾给挂邮电局。哎，邮电局吗？我是北京旅馆127号房间，请你查查有没有从实践派来的电报。实践叫金仁哲。哎，啊，没有，没有吗？没有。
老王，干嘛去了？电报还没来。怎么？真怪，在跟着我们，跟着我们。好。为了祖国的光荣，为了实践厂的光荣，我们要快马加鞭。啊，突破五小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哎哎，写好了吗？好啊，赶快把这口号广播出去，动员一切宣传工具，迅速展开宣传。同志们，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播送一个重要的消息，接到北京打来的电报，全文如下：长白厂已经赶上我们了，我们要学先进，赶先进，比先进，迅速动员起来，支援争主公断，突破五点整的世界纪录。你们有什么？你们要求什么？我们保证什么？坚决保证啊！同志，你说，说。我对调募工作的同志有个要求，希望您把木片缩到7个毫米。你们能缩短时间吗？能。好，同志们，咱们能缩短7个毫米吗？能。放弃了。龙八啊，准备放弃吧。放弃？锅都放了，还提前了5分钟呢。什么？什么？好啊。总工程师，化验结果质量一等。同志，谢谢您，请您马上给发出去。嗯。同志，劳驾给我们发封电报。实践。越快越好。哎，23350张，长白厂已赶上。怎么，你们两个厂的电报内容是一样的？啊？哦，不不不，同志。我这是加急电报，先给我发吧。啊，同志，我这封电报不发了，请给接长途电话。哦，对对对对，我也要长途电话。老王，你怎么了？你们已经赶过我们了。哪里哪里，这还不算是最后的呢啊。电报，你们厂来的电报啊。长白厂全体职工
向大会第二次报捷，我们京城木江蒸煮时间已压缩到4:40。嘿，超过我们了啊！同志，你的电话还要不要啊？这还不算最后的呢。来，哎，同志，我先打，我这是加急电话。厂长，咱们厂电报来了，要不是来个打电话大要劲呢，咱们就不能高人一手啊。什么高人一手？抢着打电话，这也是跃进呐。不要忘了，跃进的目的是为了大家的提高，只有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才能跃进。对呀，我给你们送材料来了。王站长啊，这是我们提高蒸煮时间的记录。咱们的会议不能常开下去，各厂要抓紧时间进行经验交流工作，在造纸工业上来个全面的大跃进。老王，你们长白厂强力蒸煮法的经验给大家介绍介绍吧。给我们介绍介绍，介绍介绍吧。我还没准备好啊。哦，我提个建议，还是周厂长谈一谈吧。啊，不不不不，大家看，哦，这上面都是宝贝。啊，你们大家看，这才是真正的宝物，这是秘密。哎，这上面都是秘密呀。正是要公开你的秘密呀。看，都准备好了。我们接受了各个厂的经验，采用了强力蒸煮法的措施，锅压提高到8，气温148度。老周啊，你们南方厂干得不错呀，才2天就赶上来了。是啊，还不是各兄弟厂的支援吗？怎么样，南方厂已经赶上来了，你们长白厂呢？我们还要赶上去啊。好啊。哦，老王，你们实践厂有电报来吗？嗨。你小组根据其他厂和我们厂的跃进经验，可以改变蒸锅压力系数，请你审查一下。我不同意，这不能同意，我要对安全负责任，你明白吗？总工的事我们也并不是不负责任的，请你先审查审查。南方厂也接连压缩到3:45了，为什么人家行我们就不行？我不相信，那样干是冒险。是不是蒸汽不够啊？是不是我们支援的不够啊？对，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们缺什么说吧，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我们都能够照办。对，你还保守，别人能干我们为什么不能干？对呀，我们为什么不能干？为什么不能干？同志们，都回去吧。啊，还是都回去吧。总工程师的意见还是对的，同志们的积极性也是很好的，不过我们应该很好的研究研究。大家还是都回去吧。啊，党委书记，请你想想，我们的条件能赶上加拿大吗？他们的锅不是砖的，而是白钢的，
我们增加到八个压力，砖就要掉了。可是他们增加到十个也没有关系。难道科学你还不相信吗？当然，我们要相信科学。但是，科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吧，突破蒸锅的安全系数，别的厂已经创作出新的经验了。就我们厂说，跃进以来，改变了许多工作条件，工人们这些创造，能说这不是科学吗？我是不同意他们蛮干。你刚才阻止了工人们冒险做法，这很对。但是我们的责任是应该更积极的去帮助工人们提高。这一点值得我很好的考虑。进来。党委书记。啊？哦，老张啊，来来来，坐。你看呢、啊，这花两天顾不上浇了，都有些枯干了。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这花等于四十年没有浇了。是，越来越跟不上了。你怎么这样想的？跃进以前你也是这样想的吗？老张，你刚当总工程师的时候，工作也不是一下子都拿得起来的。我觉得不是跟上跟不上的问题，而是怎么样去和群众结合的问题。放过了。党委书记，朴荣基青年突击组一号蒸煮锅放锅了，蒸煮时间3:30，赶上长白厂的记录了。好啊，于顺同志，你马上给北京拍个电报吧。好。老张，工人们的意见和部里允许我们把锅压活动范围扩大到6.5，并不是没有道理。改变了工艺过程和设备条件，不但压缩了时间，而且保证了质量。事实虽然这样，我也反复研究过材料，可是总还是不放心呢。同志们，我们把最高温度提高到147度。
压力还是6.5，你还可以吧？开始多少？开始的时候65度，一个小时以后是112度，两个小时以后是142度，两个半小时以后准备提高到147度，这样我们就可以以3.20分的时间赶过唱白场，可以试试，不过不能增加压力。我倒考虑是不是从装锅的时间上想些办法。装锅的时间我们已经由30分钟压缩到23分钟了。好啊。总算是不是还可以提高一些？可以。增加温度吧。好。喂，接锅炉啊？锅炉吗？喂，老赵吗？增加温度啊？对对对。春雷传遍了全世界。同志们，大家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把国家的事业办好，以后要经常交流经验，认真地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命，更快地提高生产能力，争取在1959年纸张生产更大的跃进。要紧的要紧，要紧的要紧，要紧要紧的要紧，希望人民的合作的梦，用不不的做作，不能你的那么一点，不能不能。老金呐，咱们的竞赛还要继续下去啊。对对，还要继续下去，我们接着还要来一个全面的竞赛。好啊。好啊。